听，你搞出来再睡在楼道吃啊？又夹菜问人，一瓶花枝酱油。现在我们吃蟹粉外面有一瓶虾子酱油送的。用不了，我最后是吃 AMD 个夹菜问人，听着你多爱我，尾巴里出气。你的最爱来了，小戴姐姐今天怎么没跟你一起来？你到上海个好过噻，去扬州先杀人。我怪在那边死走了，这个你来几句话，一口人不是害人。你的虾子酱油来了，是不是拿回家拌面吃的？不是的，我本身身子更大，那个么是真正的花枝酱油。哎呦，还大有底气的，酱油里没底菜，哦。是艾米哇，来了呀！你哪来着呀？甚至十七个阿里子，这有不上好吃，还有挪个可是某某好吃的么子。一个名堂想来噻，动力不是问题，接着上的是好吃。一啥个米袋呀？买上推你坐来呀！艾米还像变狗样子的。我重新弄过这呀。我有穿马过，无汤不无牙。舍得出个，你现在自家有工厂子，自产自销，我去么是两方面子。现在人家买么是谁干一种感觉？感觉么越来越巨哇！说明你来得特色。哎呀，到两下没不晓得家吃吃，那最欢喜噻。大米饭我个市场如，哎，两天拿来扬州，不过好货噻，米得死吃了。非还是人家有搞做的。你晓得个？你认得个？上趟视频就出来个哇，得发十三八个。说不定做得来个。哎呦，拿扬州死走了的。啊，怎么出去三天天只皮薄了，外风都脱？椅子太脏，我靠我头，我准备拆下来，帮你换上去。啊，是搿趟没拆，搿回还用啦？叫你提起讲性能的，不讲颜色的。阿爹，你们还黑的黑死，走来哇！嘘，自然过得少。你懂个屁！